来了来了，那都可炫！你吃不吃？这不吃还有的吃吗？那我只想要看这个。哎呀，懵了吧？我早换过来了，就是还想套路我。啊！大哥，懵了吧？吃饭呀！来了来了。那你吃啥？你吃你的，我咋吃那菜？原来你这是早有准备呀！这吃的是啥呀？看起来挺好吃的。不行，这诱惑啊，谁受得了？这我也得吃一口。家人们，我吃的这个是雪媚娘，它的皮又软又糯又Q弹，
中间的奶油入口即化，再配上中间的果酱，更绝了，又实惠又好吃。哼，我让你偷吃。哼，摸着吧，给你藏的肉。咋没有肉呢？那我还是吃面条算了，你吃馍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把鸡排藏起来不给他吃，放这儿不放心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来了来了。什么烤肉赶紧吃。
又怎么没了？他肯定是得换了，这我得想个办法，要不然吃不上鸡排了。叮叮叮，有招了。还吃菜不？我不吃。你吃。来了来了，你选一个，那我就选这个。哎呀，烤翅儿。等下你就吃你的白菜去吧。别说，这烤肠配玉米面条还真是绝了，这烤肠也太好吃了，这有肉吃就是不一样了。
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天天搞这出，今天说啥我也要吃上肉，你就别想吃了。来了来了，看景选哪一个？那他可选，哎，算了，能够选我看着。你这么想玩，那我今天必须好好配合你一下。那你也吃吗？哎，你先吃，我等下吃。你这是等一下的事儿吗？这是怕我抢你肉吧？那你赶紧也吃吗？快看，好戏要来了！我几块了？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！妈呀！来了来了。先吃酸辣粉，给还有这鸡蛋，还一吃。
给您一盆这一吃。你吃。我都看见了，你给桌子底下藏的肉。来了来了，看见吃面条还是吃泡馍？面条六个鸡蛋，泡馍才一个鸡蛋。吃面条。感觉泡沫香得很，那咱俩一换，我吃泡沫，你吃面条。嗯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吃面圈，给泡馍你吃去。那吃个饭瞧咱见识的。看你那藏头露尾的样子，看我怎么整你。来了来了，那姐选哪一个？这个大，我选这个。你这是大小的事儿吗？一会儿你可别后悔。等会儿，我先选的，我吃完你再吃。行，你先吃，看你一会儿怎么后悔。
这下该我吃了。嗯，你先吃酸辣粉，我把爷剩的米饭也吃。那你吃米饭跟爷没炒俩菜，我咋吃嘛？哎，有这就行了。叮叮叮！咋看这里头有肉啊？没有肉，哪里有肉？看来还真是冤枉他了。昨天吃他那么多鸡蛋。要不今天分他一个吧，那给王二鸡蛋给你吃一个。哇机会来了，赶紧把肉藏起来，谁让他昨天吃独食。这我给你泡了一盆藕粉。吃米饭这都没有菜肯定不好吃，要不然我跟他换一下。这酸辣粉好吃的很，你尝你尝一下、啊、我吃米饭你尝尝好吃呢。完了，他怎么给换回去了？这是好吃呢。嗯，这酸辣粉就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是遇到的酸辣粉，它一款地地道道的纯红薯粉，酸辣爽口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就这一个料，喜欢吃酸辣粉的姐妹们，直接点开下方小黄车去拍我们视频同款，特别特别好吃。你咋在这儿藏这么多烤肠？一个人。